为了你要走了，好舍不得你呀、啊，因为你对我，对整个教会的帮助太大了，我们都把你当成自己家的人一样。不过这是教会的政策，你一定要走。希望你去过去之后多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了，要保重健康。求主赐福给你和你的全家，主内平安。Helen， 你好，祝贺你成为牧师。自从我到爱灵坛，我就在看着你所做的事情，真是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。你的能力，你个人的魅力，你对教会的全心全意，你对会众的完全的服务，都显现在我们的眼前，铭刻在我们的心中。你是我们的榜样，我要向你学习。今后在神的道路上，我要像你一样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。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、爱护、照顾，谢谢。我就唱上一首歌，那我们共同的行在神的路上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
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缠拿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，没有花香是欢喜。
在我们的教会证道，同时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对他的欢送会。在这里我们可以见证黑伦牧师这么多年在教会的付出，同时也得到神的赏赐，让他走在做牧师的这条路上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神都会与他同在。虽然教会现在为世界传染病毒关门了，但是通过这个视频，我们就可以和神连接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把神的爱和我们隔绝。我今天带来两首赞美的诗歌，第一首是唱响天歌，如果下面的弟兄姐妹会唱的，跟着一起唱，好吧？天歌唱起来，天门一打开，天使同歌唱，天君一喝彩，天父心喜悦，家人都回来，口唱心和赞美主，分享主大爱，除了耶稣还有何名配的赞美，除了耶稣还有何神配的敬拜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神让我们在，活着就是要向他敬拜，除了耶稣还有何名配的赞美，除了耶稣还有何名配的敬拜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神让我们在，这里充满神的同在，这里充满神的同在。下一首，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神的原因，这里有神灵的恩膏，这里是另一片天地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，爱在这里，和平在这里，光明在这里，生命在这里。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，你若想要得到他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若想要得到他，在基督耶稣里。阿们。亲爱主，牵我手，牵你我，领我走，我疲倦，我软弱，
道路虽凄凉，竹林尽为忧伤，我在世快淡忘美好章。听我敲，听我道，唱我手翻跌倒，亲爱主牵我手，求你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主，我和母你的同在，求你接近我，来充满我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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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宝血洗净我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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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恩典为我冠冕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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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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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恩典为我冠冕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，在家在外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，打出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忘了大风。摘下来，小妹妹要照张相啊！来吗？别给我照，还没照完呢！你看龙和平照，动吧。袋子做比较好，照好没有？对，挂在那个。哎，回头。你看到没有？没有。摘下照好了，摘下一个皇冠，因为唱。牧羊人。好吗？好吗？一二三，来。别动，动完了照虚了。别动，动照不了，虚。我看，牧羊人 Sam 呢？走掉了。唱的诗歌是感谢神。感谢神。